买这个啦，拜托。哦，不要了啦，家里面已经很多玩具了，不要再买了，走回去了。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已经没有办法去避免小朋友呢使用3C 产品。那很多的家长呢，因为怕孩子吵，都习惯长时间给孩子呢看手机跟平板。像这类3C 产品的蓝光伤害呢，长时间下来呢，会让很多的小朋友呢从小就开始戴眼镜，而且呢看东西也会看不清楚。市面上呢，现在有许多提供给小朋友使用的产品，不是呢色素过多，就是糖分过高。重点是呢，它的叶黄素含量很低，吃多了反而还会蛀牙。像很多的家长呢，会给孩子使用蓝莓，那蓝莓的糖分很高，吃多了还会拉肚子。所以呢，我都给孩子使用世界冠军叶黄素饮。不用担心小朋友或长辈不会吞，喝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小朋友都很喜欢呢。它里面呢还添加了智利酒果，可以补充水分，增加湿润，还有山竹果有丰富的玻尿酸，使用上会更有感哦。而叶黄素呢可以过滤蓝光，帮助小朋友提升防护力。世界冠军呢更是通过食品安全认证和多国专利认证，让幼童和长辈都可以安心使用。孩子的清晰透亮，我交给世界冠军。